请的是，我们请林董来邀请好了。我们要邀请哪一位长官来抽第六奖？好，金和科技有限公司的刘董。来，就着你的金手哈，好奇的双手来抽出第六奖，六六六一名而已，一名，六六六一名。有有有，在就是在里面。来，我们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支麦克风呢？来，我们公布一下摸彩券的后面四个号码，99 65，请大家核对一下，99 65，99 65，恭喜你得到了我们的 Dyson 吹风机礼盒，恭喜！同桌给他掌声一下，尖叫声！公公得奖了，公公得奖了，公公，您的这个。啊，这个不要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到处就翻着好了。来，谢谢。来，我这边核对一下。来 ，take a photo，take a photo， 没 free。来，我们来拍一张照片哦，看镜头。接下来，请观世音菩萨帮我指。帮我确认一下第五奖在哪里？观世音菩萨，不好意思打扰您的对话了，跟凡人的对话。好来，我们的第五奖是空气清净机，我们来邀请。请永定环保董事长黄董，黄月标，黄董，一名非常非常珍贵的一名，可以获得这一个很厉害的空气清净机，金大台呢，这市面上应该8000-9000要吧？来，我们来公布一下，幸运得主的尾号是9964，9964。恭喜顺风耳！顺风耳，你还特地去弄这个闪亮亮的加持了啦哈！来，我们先来拍一下，啊，你的兑奖券记得再拿给我一下。拍水拍水，来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黄董以及我们祝福我们的嘉宾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要来抽出的是第四奖，第四奖，暖风凉暖风空气清净机，这一台是 LG 的哦，好不好 ？LG 的非常厉害了。来，邀请到的是。捷凯集团我们的董事长夫人张凯琪夫人，哎，这一台你来抽也是很适合的。加油两千，尖叫声一下好不好？两千空嘞，等一下我先给你确认一下，夫人是这一台之后，然后这个得主在两千还是你在两千嘞？谁要？好特别哦！来，加码2000，来，我们请夫人准备好了，稍微拉一下，拉拉嘞哈。谁要这一台，并且加2000块？一张哦，五千克的啊，都会再给2000块赠品。公布一下我们的尾号。9979，是你，梅兰波，梅兰波，梅兰波，我就说嘛，尖叫声越大声的话，你一定会拿回大奖的。2000块，歌子人 ，LG 的空气清净机，超棒的，超棒的，努力走。
总是会有收获的。来，我们先，哎，我们这没有红包了。来，我们现金呐、啊，现金看起来比较好看，好不好？来拍一张照片。OK， 谢谢，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，今天给你出多少，以后给你赚千千万万块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恭喜我们的媒人母哦。那接下来三奖，三奖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万宝龙空间设计董事长黄董，黄董，谢谢黄董，谢谢你呢，陪我们玩到现在。哇，好幸福哦！那请问黄董，你要怎么给？好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对你要加在一起还是另外抽？我觉得是另外抽啦，因为有四包。有四包，那不然我们就一包加在这里，其他的后面你就直接抽，直接抽三个人的得主，这样好，刚好，对，好吗？对，这样好吗？可以哈，可以哈，好，来，我们总共抽四个，第一个先抽我们的三奖，三奖我再看一下，天哪，天哪，林董，洗衣机耶，滚筒的耶，我的天哪！来，我们抽出第一位，先是这一个滚筒洗衣机的得主，加上一包加码奖，谁想要？让我举起你们的双手，尾号9983，9983，9983是谁？是师傅哎。我们的师傅，来，这个先三包先拿着，先一包啦，来我看一下，来，哎，我们的黄董在这边就好了啦，好，跟这边一起拍照，来，我们看看前面一张照片，哎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哎，哦，哎，哎，你结婚了吗？嘿，我感觉你没有来吗？好，你安尼客等你报到安尼啊，今年365天安泰税安得很好，好不好？恭喜你，辛苦了，谢谢。那黄董，我们待会再抽，一起抽那个红包加码的部分。好，谢谢黄董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快速的要进行到了二奖，二奖是什么？二奖哇飞，哎，真的一台比。一次一年比一年的更大台嘞，我们把那一台冰箱的麦克帮我拿下来一下。来，接下来要邀请的抽奖嘉宾是，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总经理的爸爸林董，爸爸在哪里？这里，大冰箱，大冰箱，哇塞，加了，除了一个冰箱之外，还加码6000，尖叫声，很好，你都准备好了，这一个大家都想要，我们只有一名。对，要稍微拿一下。都快来了。好，我们来公布尾号997。要哪一个号码？要哪一个号码？恭喜9975。Thank you.
世纪抽奖了，我们邀请到的抽奖嘉宾是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卓美达，我们的贵人哦，我们的张董，张董，开始跟你打扰，张董，要借由你的，李董说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要借由你的福气的双手，帮我们抽出今天的最幸运的得主。这一台，来，我们张董在这边，稍微的帮我。稍微的帮我拿一下，里面蛮多的，是薄薄的啦，因为没有把你们折起来。预备备，哇哇哇，好紧张哦！哎，这个是家庭剧院哎，这个数字很好，对不对？很好的兆头，四个号码，99666。速的来颁发，来抽出奖品。